这一天能卖几头羊？一天得30个左右。30个、哎？现在是淡季是旺季？是淡季那边。过年的时候多吧？过年时候多。过年不得十多只啊？啊，七八个、嗯。啊，现在就算淡季了啊。是，现在有好多就去工作去了啊。是的。现在人少。大叔，这是卖什么？卖的羊肉汤。啊，这是羊肉汤呗。哎，对对。啊。这个都咋卖的？这个多少斤？一斤羊肉70。70。现在生羊肉也得40-50啊。生羊肉现在卖45吧。最低多少钱起步啊？最低15块钱，15-40块钱。大叔，今年有50了吗？50多了。啊，50多了。干了有多长时间了？干了。啊，我干了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。哎，这老摊了啊。是的。吃的估计都是老客户。是的，都是老客户。这羊是山羊是绵羊？都是山羊。都是山羊。哎，山羊好吃。哎，这一亩山的山羊啊，特别好吃。这一天能卖几头羊？一天卖30个左右。30个。哎，现在是淡季是旺季？是淡季现在。过年的时候多吧？哎，过年时候多。过年不得十多只啊？啊，七八个。嗯。啊，现在就算淡季了啊。是，现在有好多就去工作去了啊。是的。现在人少。嗯。叔，这是啥呀？这是？嗯，是钞票。啊。搁这炖的回锅。啊，再搁这个回锅啊。哎，一回锅。啊。挺好。大叔，早上平常几点来的？5点半就来。5点半就来。嗯。这5天能赶几个集啊？就赶了5天。经常最远的顾客来吃有哪里的？远了，枣庄的。枣庄的。临沂的，咱费县的。看看这大烟囱，多接地气啊！只有在山东临沂能找到这种啊，估计全国很难找得到。大叔经常来吃吗？啊，经常来吃。怎么样？他家的羊肉汤？他家羊肉汤。好，一看就老客户。嗯，这羊血是免费加的，是怎么着？免费。给我放个羊脑。哦，行。羊血少来点。哦，行。这个就我的啊。嗯。整个羊脑。放两小哈，行，可以。早上先辣椒。不要辣椒，我不能吃辣。我听说那个辣椒挺辣的。是啊。喝有辣椒，喝有滋味啊。还吃不了辣。你这么放些辣椒就是。啊，行。我还看一看，我也看一看。这就是20的，好嘞。我那个那个碗给烫一烫，就别觉大姨能不能不烫点儿，给这么一烫，可以吧？啊，可以，这麻烦你了。放点盐水。行，放点香菜。香菜啊。嗯。哎呀，看不清了。香菜。放着那个味精，这就烫好了啊，本身就是熟的啊，啊，一烫就行。这我的20的，看个饭量，我还放了个羊脑，羊腿再挤挤啊，羊肉也不少，分量挺大的。今天在是山东临沂啊，梁丘大集里啊，羊肉汤，这个摊上吃的，特别接地气，味道特别好。来，喝点汤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有喜欢的帮忙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